来找找，进去往里面找，往里面找，往里面，往里面。好了，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。手机放在桌上，手机放在桌上。吓到我们了，小声一点。本分局于3日20:30许，在辖内破获去年曾经查获过的百家乐大型赌场，现场带回含赌场负责人、荷官及男女赌客共68人，查扣赌资约新台币100万元，筹码5亿5000余万元，营业报表、电脑监视器、主机监视器镜头、平板电脑、手机、发牌机等相关证物。全案讯后，将张男等13人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，赌客55人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。